是，那接下来第二位是由松田翔太。哎，不能这样子好不好？导演是不是？哎，多了多了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们其实今天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还是得做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个神秘惊喜大礼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惊喜大礼呢，不要以为还没结束哦，惊喜大礼就是我们要送你机票。所以我们片商是不是非常有诚意？我们要送的是这个我们的友好伙伴桃李 School 赞助提供的日本大阪来回机票一张。桃李是一间的日语机构，可以安排课程跟住宿，所以有需要去短期进修的话，可以跟桃李 School 联络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们请桃李的代表，就你嘛，那么帅，好。那我们准备请松田翔太先生抽一位得主咯，一样先抽第几排？哦，一人 ，Yeah， just one， lucky one， 12番，12列，12列の2番。二号，12排2号，尖叫掌声，恭喜这一位幸运儿，来，请出列。好，来，赶紧赶紧，然后可以跟松田翔太还有导演，还有我们桃李 School 的代表一起合照一张。你太幸运了吧？不过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你拿到机票。你要做一个通关密语，来，在拿票机票之前，你先说那五个字，刚刚我们开场那五个字，而且你要非常的大声，而且尖叫，很 crazy 的，就是要跟看着松田翔太说，输的来救我，OK， 来，站中间，麦克风给你 ，three two one。OK， 恭喜恭喜，来合照一张哈！恭喜桃李 School 的日本大阪来回机票，来我们合照一张，导演一起进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哪一台相机？这一台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看这台桃李的相机嘛，来举手这边好不好？桃李这个 School， yeah， 我们这个机构，谢谢你的热情赞助，好。谢谢 ，Thank you so much， 谢谢 Tony School，Thank you so much，OK，、okay, 最后热情掌声，谢谢松田翔太。不用讲最后一句话吗？哪一句话？今晚我在大阪呢。你去大阪的话，他不在大阪，我太担心哦。是，是，好，谢谢。不是只有这一张而已哈，你知道，我们之后跟这个桃李联络，好。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真的不够，我们热情掌声谢谢松田翔太，谢谢，还有谢谢我们导演冯歇何佳，也谢谢我们翻译克柔，谢谢，是，那我们这边请，じゃあ皆さんありがとう，拜拜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